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今天我要继续玩这个《马里奥创作家二》。好，然后呢，今天要选择玩这个关卡，是我之前有看到这个全世界最小的关卡，过关率是13%。哦，然后呢，它过关最快是7秒钟啊，超快的，来试试看。好。那现在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有要介绍我可以玩的关卡的话呢，也可以跟我讲，然后呢在我的底下留言，或者呢就是来多支持我们这样子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开始就是一个小门。这什么？我帮你看这个关卡，就这样。奇怪。这样就死了。这个设计也太小了吧 ！OK， 我看他这有点乱，他就是旁边一个石人，他旁边就放一个石人花，上面就是火球这样子。跳，好，有钥匙了。OK， 过关。骷髅头不能碰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过关率14%了。过关。噔噔噔。喷火还是会有哦。那我要怎么过去啊？这过不去啊！你看，好，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太难了啦！喂，超难！哦，这个作者很厉害哦。然后你看，我到下一关，没有用啊！完蛋了，我不会卡关吧？骷髅不能碰吧？哦，可以。那是天堂树。那我现在应该……啊，我知道了。过去，哎呦！这太难了，这一直都在这一关。我才看不懂我在干嘛嘞，就是一直卡在那边。我卡关了。要怎么过？对啊，他应该会有提示啊，完全没有提示。
啊！被烧了啦！太难了。好，有钥匙了哈。然后拿钥匙，一定是进去嘛。看今天大家就靠活这一关就够了。这关，这作者也太强了吧！噔噔噔。上也进不去啊，也跳不过去啊。这个活也不能做啊。啊，娃娃机也不能做啊。他的那英文字说什么？没有看到。我说这一次没有拿了他下去过，拿了他下去看看好了。戴了一个帽子，哎，可以可以，然后嘞，他是不是酷 ？Require your mark your。用我的脑，用脑才能过啦。我有脑啊，才是讲换个方式说我没脑吗？哎、欸，过关！我撞了那个之后，我头上戴了那个刺龟壳之后，我上面就可以走过去了。OK， 我过关了。人家过关是花了七秒，我花了三分七秒。这个要给他个赞。哇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看他有这个作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关卡。那个全世界最小的关卡也太难了。对啊，哎，它有不止一个哎。
看他这个关卡做上瘾，来，我们看这个，再来一个小的。哎，这是我刚刚那个吗？哦，对，是我刚刚那个。啊，这个。27%哦，来，刚刚也太难了。我们去看，别再看。哎，一样哦，一样的开始。这是一个要用智力才能过关的游戏。噔噔噔噔，哎，那这个门呢？哦哦。门卡住了，不对，也不对。这是一个解谜的，我发现。对，他这样丢过去的话，龟壳就破了。我应该是要拿右上角的龟壳，但是有食人花在这边。抓到感觉咯，往那边丢那个龟壳，往那边走，所以我这样丢的话来，用头去接龟壳，可能是这样子。要找到它的方向，会，不是吗？啊！龟壳啊，龟壳！又走错路。哦，好难哦！而且他这次没有提示哎。死人或是假的，不对啊！困难。撞也不是啊，公公，哎，可以丢过去的话啊，我知道了，丢过去，哎，可以往前丢，可以把它丢成 off。这样可以丢出去，那这样可以丢出去的话，那我一定可以啊。哦，啊，懂了，跳丢。撞那个砖块看看。
以后不要再打这种全世界最小的关卡。这根本就耍人了。再度卡关，这哎，可以放下。进错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62秒，哎，快点快点，抓到了，太快，47秒。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19。过关，9秒，剩9秒，哦，这个厉害，太难了，给个赞，
是呀、啊。好，今天圈子玩到这边就好，我要休息一下，让我的脑力恢复一下激荡，晚一点再来玩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大家支持我，看我的频道，看我玩游戏，然后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游戏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我的频道下面跟我留言说，哎，有什么关可以玩，什么关可以玩这样子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，多多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就先到这个样子了，好，拜拜。